到一个，我出去我能马上再回来，我再跟你说话，我忘了一句话，我又再翻回来，说完这句话我再走，就是那种。但四禅法地可能就不行，我觉得。但是一个人如果能控随意控制呼吸的话，一个能控，嗯，就控制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嗯，你能控制呼吸、情感啊什么这些，就通通能控制。就是你的情绪啊那些，就已经不是话了。比如我们现在心里边烦，你不想烦，你要能调对呼吸已经掌控自如的人士，这些已经不是问题。杂念，你可能控制呼吸，你杂念肯定没有。因为你呼吸才有杂念嘛，你说才这样，就这个表面的杂念很多。但是还有潜意识，就是有时就像梦境也有，但梦境也有呼吸，也还是有呼吸。这个世界，那这个没证实过，但是我观看过人讲的。就是那个预知实质，就是心脏病阶段的人，到底什么都懂。你跟我亲近就行。哎，就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就达到，甚至他不休息，就是能预知实质。就是你也知道我们不亲近，大家不亲近，亲近不到那种清心寡欲啊、淡泊那种状态，对这世界一切不留恋、不执着那种，就够亲，身心够亲近的。其实身心够亲近的人，其实他很多感应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很敏感了，已经。就是我们平时吃豆，就是杂念，头脑里边装的东西太多，或者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从来就不关注，就是我就是这个东西放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从来不去观察，不关注，就不管，也不反应。还有一种就是杂念太多，有两种，对人是寥寥分明，但是很清净。寥寥分明，但是清净，因为，就比如说，反正我知道人心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但是我不受影响，或者是我也不参与，人家随便，人家该怎么做，每个人是每个人脚步，我不会起心动念去评判去什么，哎，就自己安住在那，看着，而且最起码很多事情都能够其实。就算触及到自我的东西的时候，都能够不急躁。当然看别人的你能看到镜头看故事，但一触到自我私心给利益的时候，你的贪嗔痴慢疑动得多厉害！如果是清净的人，一般也就很淡薄，就是那种。这个预知实质，那是不是还是一个命？就是你大限意念，你自主的话呢，反正就。做出力王，想走就走了，这个世界不玩了。但是这个预知实质的话呢，就是还是有命运。有一些人有些感觉到，有些比如说到了七老八十，就是生命自然的走到某，他就能，因为生命是有密码的，就是生命衰老到一定程度，他那个生命，但是那个是一般才能预知实质，就是到了七八十岁，你看都是突然这种。车祸啊，结束啊，这些东西很难预料的。就是这种呢，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或者就像一种就是自己透支，就纯粹就是，人家说你跳从这楼跳下去，你就死了，你就会死掉，然后你就说我跳下试试，就这种，他就跳下去，你说这啥事？就像有些人他就是透支，就是，甚至犯罪这种你也真的是有，你说。你血压高、血糖高、血粘度高、心肌不好、血管不没抬上，你这时候就最怕的就是喝酒、不睡觉、熬夜、疲劳、极度疲劳。他三天不睡觉又喝酒，有时候情绪也不都就这个情绪吧不能控制，你喝酒不能控制啊，你说睡觉你不能控制，你实在睡不着可以吃点安定嘛，口服些，而且你不可能连着三四天不睡嘛。你要自己不保养，那就是明知道我跳下去会死，我跳下去就是太认为就没问题嘛，无所谓。这就是极度透支嘛，从这个世界看嘛，就是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这就不用算了很多东西。你这样熬下去，谁也知道结果。在这个维度，就以这个维度说，
但是一般到了我们老的脏器开始衰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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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定时间，也能自己去察觉到，可能到了差不多。嗯，还有一种修炼就是有神通，不知道自己是。反正不管怎么着，有时候是修炼的人也不太在意这些。我觉得越来越就很多的四大皆空了，就像个梦一样。你去不断的去预测这个梦啥时候醒来啊，啥时候，或者是就像这个梦啥时候这个梦结束，那个梦开始啊。也就是他也不是很关注，有些人就尤其修禅宗后期的，我觉得就太在意这些生命。但是他始终在佛法不断的在讲，他不顾邻里去算命啊，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始终在讲生命脆弱，旦夕祸福，他始终讲这些因果，就说你的其实我们生命脆弱也在因果里边，你做了人道的人，你就随时有可能死亡，就像你海洋的鱼。如果那上站着一排钓鱼的，你很有可能有一天被钓到，你就会放到菜板上。就是你只要做了鱼，被人油炸的可能就很大了。你只要做了鸡场养鸡场那只鸡，被人吃了的，到就烤了炸了，就已经是，就是那个几率太高了。你只要做了人，旦夕祸福就太高了，那就你就不可预测。你就是就预测有啥意义？你就很脆弱嘛，这个生命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一出门墙上掉个小石子，有时候就砸死了，就灭了，这一瞬间结束。就是这个不是悲观，就是活着就珍惜生命吧。你愿意，如果觉得这个世界还美好的话，就珍惜，就这样，就珍惜吧，没啥的。就脆弱嘛，佛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就这么死了，是就轮回嘛。就是说苦空无我嘛，无常，就是这些生命停止那一刻不得不放下很多东西，要反正太多东西放不下了。他那种去工作的那种狂热的那种劲头啊，就是觉得我完不成这件事就不行，他就是那种兴趣他也喜欢，然后去不断的做啊写啊，我就也许就完成了。去做生意啊，那些，当然他有动力，可能就来自于我要做一些很多的事啊。就，但是他那种起那种，如果是不死，他是停不住的。如果不死，昨天晚上他也不睡，我相信到今天还在的。就放下了，没有什么可放不下。每次说，那就你少喝点酒。哎呀，那怎么应酬呢？怎么能少喝点呢？你应酬不喝咋办呢？反正你不能熬夜。哎呀，这有东西写呢，有东西做了太多事了，放不下。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其实是头脑强大，头脑很强大，身体很脆弱，有肉体有啥的，膝盖皮肺身那些零件，就那些小零件，活上个三五十年全完全坏了，啥呢？保养也就一百年最多，也坏掉了。就保养的好的，活上个一百岁、两百、一百三四，都觉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四大分离这种，不是有痛苦吧？像有些人就好像死得很艰难，有些人就很快。这个痛苦的过程还是。有的人就感受不到。就感受不到。有，但是感受不到。比如说你看这小范姐，我是观察他的，我是其实昨天观察他的整个的，那先接引嘛，接引他虽然接引了，但是他心脏跟这些气脉，其实这个气息呀，毛孔这个，我甚至能感觉到皮肤在呼吸，他的呼吸并没有散去，就那个热气呀，热气包括，然后呢热气还有心脏是温热的，就是但是他心脏已经不跳了，就脉已经把握到了，大脑已经就是基本上死亡了。其实我觉得他还能够耳朵能听到一些东西，我感觉他这个耳骨嘛，耳朵这一块还是这个气流啊通着，说明他隐隐约约就像在梦里边他能听到东西，他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听东西，你能感觉到有气流循环的地方就能够有感觉吗？但是他确实是死了，就是。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不要动它，就是让它最好不要就剧烈的响动，就吵啊，在它耳朵旁边吵啊什么，让它躺在那儿，
不是经常那种往生的人会放一些轻音乐，他喜欢轻的抚安贝啊，放在他旁边，轻声音不要太高，轻轻的柔柔的，如果他不爱轻就不要放。你会发现他这个气流啊，他不是往外散，他就往中脉开始收，就是往心脏这一心轮这一块往回缩，就是从这个毛孔啊，这个整个能量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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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开始。如果他自己往回缩的话，你会发现他那种缩的那种感觉是清凉的，他会感觉很舒服。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在梦境中或者是病人就是说使人是感觉不到任何恐惧和痛苦的，就是那个梦境他就会慢慢缩一直缩到心脉这一块，然后可能就顺着哪一块就走掉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完全的观察到范主任，就是看到他说的时候，不是他那两亲戚过来就啊就开始骂过也就开始吵了在上边，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皮肤那个毛唰就炸开了，就是这个毛孔啊炸开，那个气就从这毛孔散出去。然后我不是说那个小姑娘，我说你不要吵，她正好在她这耳朵边吵，就骂过瘾，然后爬到她耳朵边，正好在她，然后她就炸了一下，然后就散开了，就整个就身体里边的气一下子就乱得很厉害，就没有按照我预想的就这么缩回来。我想等她说到这儿，我看她怎么这个运化，就没有看到这一下。然后炸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觉得他的身体，我摸他心脏啊，就开始一块凉一块热，就不均匀了，开始是均匀的，均匀的往回收。然后你就发现他的手指头是凉的，有的地方是热的，有的时候我摸他胳膊手指头还有头还有心脏，然后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是凉的。我当然说不是说去观察这个就是，但是他是往生的一个就是那个去看一下，但是如果是炸开的话，第一是他就算他已经往生了，但是他的信息场会在这个空间持续好久，就像那些一片一片飞出去，就是飞出去以后，那么可能你们就会，如果是跟他关系密切的，可能就会觉得，咦，好像感觉到范主的影像啊、图像啊，或者是感觉到他存在在这个维度里。就会能感应，一般三天到七天就会消失，就是他以这一世的形象出现，有的人甚至觉得好像有鬼或者是什么，哎，就是他那种就是炸出来了。但是因为他这是接引嘛，一般我们就是从是灵魂出窍的话，他可能真的从哪一个地方就是出来了，就是那个影像就很，为啥你看农村那种人死了以后呢，他那个灵魂出窍以后，从嘴巴或者从这个会阴或从哪出来，家里边每个家里边赶紧打开一个口，就是窗子啊，或者就给打破一口，就让他从那个空出去，怕他留在家里，就是那种。但因为我们这种走的是佛教路线的街，我就没有那种，就不怕了。他这种就没有痛苦，基本上就没有痛苦。就算是他的身体分离那一刻，在这之前接一种分离，他也感受不到痛苦。速度很快，就是他完全处在休克里边，很多东西在做，就他自己的觉受已经控制，就是就像打了麻药一样，就感觉不到，而且没有恐怖的境界，就他在他面前没有出现恐怖的境界啊这些。因为第一，我觉得这个没有恐怖的境界，第一，与他的心眼犯罪心眼一直很，我觉得挺好，他心里边就是。可能隐私比较少或者是什么，他光明还是比较多，就而且再加上别人外力的接引，就是介入，就很多原因。他一般就是有些道理，他这个从有时候从嘴里跑出来，从这个顶楼，从这个大的血窍出去都有可能。从这些甚至回楼啊、肛门这些就出。就走掉了。他出来以后，在不同的穿越不同的，就像从这儿出来，那穿越的这一块是天界嘛。你不要以为，假如说一个魂魄从这个地方出来，那从这个地方这个天上丹田、这块出来以后呢，那你看见他是从这儿，那这个距离很，从一口气毕了，从这儿心轮这一块上。但是对他来说，经过了漫长的天路啊，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他才从这块出来，而且他一直穿梭在光明里边，
但是要是从下边出去，它可能是黑暗跟，就是因为下边的气脉你有时候不清净，有些都，这主要是它走的主要是气漏气脉的路。嗯，第三这个，第二呢，看这个人的修正程度了。就算是如果是他是一个心地已经证得光明境界，就是最起码到天人境等级的光明境的一个人，但他可能不从下边走，他的能量就他轻嘛，往上飘，他就从上走。但如果他从下走，他全是光明，他也感觉不到恐惧，就是就觉得没什么。就像一个层次很高的人入了五浊恶世，他也无所谓，就是他能承受，定力很高的。嗯，那就是他说走错了或者什么，这个我觉得他是根据这个心性的东西，他往上升一般从上边走，业力重的往下多。但是接引就不一样，接引是靠外力的，你等于是说你要是去接引一个人，等于你出现在他的中阴境界里，就是你进入了他的中阴身，你就跟着他走了，就是不是他能进入你的，是他在哪你在哪，你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这就是接引，就帮你。但是也很难的，有时候没有缘也不行，但是也帮不到他，他不相信就不信任嘛。所以夫妻俩进步也是可以的因为信任嘛，最好别闹别扭那天然后再做医生，两个人说，他说你朝东跟我走，他说我偏朝西走，这就麻烦，两个闹别扭的。因为在竹音里边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这个西是没有概念的，根本就没有东南西北，你根本不知道西方在哪里，你只是在头脑里认知有个西方极乐世界而已，什么东南，但是我们会执着的认为西就是西方，就在西边，不是东南西，其实根本也不是，所以只能靠阿弥陀佛的接引。其实哪一个方向都有佛果，你看这个有很多都有什么佛果。对，是的，全十方都有佛果，是的，就各种维度，各种不同的幻，其实所有的佛果也是幻境嘛，都是幻境，但是就是都是修道的一个幻境嘛，都是你在每个世界的目的都是让你醒来嘛，就是给你准备了很多世界，但很多是维度你不见得你能去啊，你去不了啊。为什么不断的介绍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它有太多的便利条件，就适合我们以人类的角度往生，其他的维度的世界你往生不了，就是你去不了，你还是在这六道轮回的机会率多，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能力只去到其实，就药师佛的世界你也很难去，就是就达不到那个这八九地菩萨的质量，你很难去的，或者是就说你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六道不断的转，就是不是说就是佛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自己能力不够嘛，但是极乐世界它的就是优惠政策优惠条件太有优势，就是你念个名号就行，这太适合娑婆世界众生的能力，娑婆世界能力众生定力修不成，念个名号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就是最已经给你把这个条件降到最简单了啊，就是他就比如说你就像外头你去接引他必须他念一个阿弥陀佛嘛，就是你接引的这个人他一定要念出来，他这个是为什么呢，那接引靠外力直接把你抓走算了，你为什么一定你要念一句阿弥陀或者观世音菩萨，就是他表示你愿意去，就是你不念是就是你是不想去的，就是你是抗衡的，你要不想去没有人愿意接你，就是阿弥陀佛出现在你不去他也不会带你成功，除非你一定要念出来表示我愿意去，那我就带你，就说外力就可以帮你了，这就像老奶奶过马路，人家不过你拉过来那不像话是不是，那你人家就说一定要他愿意，他说哎呀你帮我把我带过去你再帮人家带过去，这样这就是最低最低的条件是吧，那其他维度就是你除非你自己的正量达到一定程度你根本去不了，你达不到你修不到那个程度，就像我们这么散乱又没定力，一到中阴忘得一干，很多事都忘了，连修行也忘了的，就一入开都迷的这种，
就是完全靠业力支配的推着你轮转，你哪有主动的去选择去哪呢？什么？一会儿就迷失了。打坐三十分钟风尘里边，睡着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可能去梦里？就是。